是不是不知道？那个苍信是你的，是你的老婆吗？啊，我跟你连麦呢，注意一下。我怎么，我再注意，你急什么？急什么脸的，一天对我吼叫。我又不是没注意，我小子，我前面坐了一个美女。啊，我又没说你是男的。看我这个，看我这个。厉害不厉害？你厉害个屁！下面有个钩子，你不行，你翻过来看一下子。你不要以为我不会。没有钩子，没有钩子。翻过来给我看看。没有钩子。你看一个圆圈，你看看一个圆圈。假的，还让我猜真。真的。那不是个圆圈吗？那个小孩子顶着手指在里面也转得动啊。我告诉你，你熊哥小时候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东西，你还拿那个来骗我。哎，那这个应该不带那个圈是吗？对，这个应该没有带圈的，你买错了，小妹妹，你是被别人坑了。你还敢在我面前秀？不是会一个才艺，又让你也打击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小张，这个东西得，你得想练好的话，你得买个正品。你这个是包邮的，我晓得。你别来，再拿过来骗我。哥哥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亲爱的兄弟们，我八岁，我爷爷教我开始舞狮，舞那个狮子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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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。你怎么那么烦人呀？我去打王者荣耀了，别打，打他，打熊，一会儿让他变身叫你爷爷。你想让我叫爷爷是吧？我去吃点饭，等一下哈。咪咪，给他来一梭子。他要让我叫爷爷，欺负谁家里没人呐？是你欺负我还是我欺负你？给我讲清楚。哎，烦人！他们都打王者荣耀去了，那我就不播了。你们烦人！我操，人家打王者荣耀你就不播了？人家吃个饭，你是不是得休息一天？嗯。什么逻辑？你这是哦，还有甲板是吧？你把那个甲板给我撬起来，给我看看，我帮你破破案，看一下是不是正经。不，你拿起来，你不要这么撬，你拿起来一点。怎么拿呀？伸过来一点。哦，你夹错了指头，妹妹。那应该加哪个指头啊？我不会玩这个。你怎么能这么狡猾呢？你们玩拿啥呢？拿这边这一块，你拿到哪里？拿这边这一块，拿前面这一块，你那个手把那个手背夹到那个中间。哎，对，哎，骗人，滚，燕子。搞得你自己很会，这明明就是这样玩的嘛！我让你这么夹，你这么夹呀？不会玩，就觉得特别好玩，然后就买了。好不容易搞个才艺，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搞得人家都不会玩。你怎么？你练六指神魔啊？你练？对啊，我是六指神魔，你别惹我，惹我掐死你！我跟你说。玩我揍他还有七秒六秒了，给我揍他！喂，又一个帮你！我靠，十三票你也点了？你平常老嘲笑我，我今天不嘲笑赢了，我是你的十倍、二十倍。我一万个恨恨你哥没白白了，揍死你！
痕迹哥，痕迹哥是我大哥，痕迹哥，问一下痕迹哥敢揍我？你等着的，等着的，那天我要给他们舔明白了。你是吸，你怎么是舔？舔是别人，是男人干的事，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。不是，那不能叫吸，不能叫舔了，叫梭罗。剩十秒，喊啊，切不回来。你打王者荣耀还惦记着我，我太感动了，有这心就够了。你现在怎么哥哥能这么在乎我？我的天哪！你闭嘴，闭嘴！干嘛？我现在罚你。罚什么？倒立敲主板。倒立怎么敲主板？我用脚趾头给你敲啊！大主板响连天，说一说，熊哥被熊哥，熊哥戴小帽子。既然我是你师叔，我就得教你点绝活。你不会用嘴敲吗？你的二逼！什么？倒立用嘴咬着那个主板，夸夸打吗？我教你吧，你听我的吗？咬那个小的，不要咬那个大的。对，咬你现在这个小的。要师傅说的，你等着的。嗯。我说你敢欺负我，我说你飘了，你等着我师傅用打轮船干死你，真的。你师傅都被我打得鼻青脸肿了，你师傅。昨天谁被我师傅打来了？昨天西红柿可看着你，西红柿今天跟我说了。我说那个师傅在教你绝活，你还什么叫师傅？谁认你当师傅啊？那你赶紧滚过去给我打一把。还莫凶。你师叔又不是流氓，你还对着我摸胸，摸屁股都不好用，摸胸不行，用嘴巴咬住那个缝线，你个二，再倒，先用嘴巴咬起来吧，怎么这么蠢啊？刀吗？打起来，甩起来吧，甩头。